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第一款游戏就先来玩由这个台湾制作团队制作的 Fighter of Alamos Arena。 这公司的游戏其实都蛮好玩的，威猛无敌。我要玩肌肉白金。这个狡诈无敌是新出的肌肉白金。那我玩大猩猩好了，大猩猩，哎，有没有能够撞撞脚啊？我两只猫咪啊！要哪一张？要哪一张？随机啊，随机啊！哎，你们两个撞脚是啥鬼啊？我猫派要合作吧？猫派得合作吧？那阿 J 先点这两个，猫派合作吧？猫派哦，金鱼不要了！大海是干，大海没有打死他，大海直接掉下去了。等一下，哭啊！哇！哦哦哦哦！猫派的，你要加油啊！好，猫派来了，猫派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直接被他顶爆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好了 ，Ready， 这个金鱼啊！跳啊！解决他吧，解决他，解决他！猫派的，猫派的，你开专机打他，我跳不过去啊！哎哎哎！你还在这边，他在看戏啊！靠边地！不是啊，你看我在打他。好，你先点他，你先点他。你这边也差不多该出大招了。哎，我这边帮你。大招，大招，大招，给他！啊！哎，你这大招有呀？你啥状况啊？你这大招秀到不行！为什么我不能瞬间放大招？不是就两颗一起按吗？对啊，就两颗一起按。Ready, fight！ 我是猫咪之王。哦。哎呀，你走开！哇，好吃，好吃的。我被扛出来，那个地上那个手。对啊。哦，这棺材有的吗？嗯。哎，出大招了！快了，快了！大招！哎！大招也太废了！大招，你不一死？我顶到墙壁，马上可以动了。明明他可以零分呢，快！游泳，好，变多了，两个，好。我是猫啊！哎哎，我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！哇！我先把这个干掉，来吧，决斗！哎，远啦！啊！转头，冲！哇，你是啥鬼？换我喽！哈哈哈！哎，我大招怎么没出来？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候按着就会出来呀、啊。嘿，口碑那个手打到飞起。Fight！ 哇，我真的是被真的是屌坑哎！终于知道怎么放上中下特殊技能都有不一样的招式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我直接被打出场外，我中毒啦！你不要把中毒传给我呀！哎、欸，他被毒死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逼我拿大猩猩教训你哦！你把大猩拿起来吧，不然打不赢。来啊！为什么你这么强啊？哦，小高手哎！大海，你按上家那个的哎！冠军会了，大概怎么样？完了呀！你们两个一个完美错位，为什么阿为什么不把我拿起来？反应我不是比较有用吗？我也觉得应该是大凯应该是拿起来的人。防御增加，出去小心！猫王只有一个。啊！我真的被这只小猫啊！我中毒了！他把毒传给你们。空的。猫王真
直接吃起来，这是呀，打打打打！我踢你！哎哎，打到海里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对，海豚游泳哦！哎，星星倒了。猫两个猫咪好帅，哎，那个肉大部分都有毒哎，50-50啊，完了不要了，哎，还敢吃啊，明明 lucky， 哎哎哎哎，嫩啊，这个人的吧，我去，谁让四转？没招，他被我干掉了，干的，我直接从那边滑下去。哎哎，叫你怎么可以上来？下去下去，没事没事。哎，这样子。哎呦，我愤怒心态。你愤怒到直接上天嘞、欸！你是愤怒心态，愤怒心态，不可能不可能，愤怒，不可能不可能。哇！不可能，我的大、啊、又有毒，每个都有毒。哇哇，我要被他干掉哎、欸！哎、欸，阿 Z 就剩一点，轮到我。哎、好白菜满血，你们拿那个、啊、大凯起来用吧，借一下吧。喂，大凯啊！不是我啊，我的猫猫，我是听你的了。你是听我的、啊，不能被。哎、欸，你的尸体是最有用啊，阿 Z。快！哎呀，去死吧！啊！安全血量，哎，你怎么直接死了？你就一点点就死了。哇，这个手！哎哎，我大招没出来啊！你也不给盾啊！阿豪，啊，轮到我了！哎，到你了！哎，他要冲出去了！好了喂，你哈哈哈哈哈 ，out， 一下大凯啊，不然大凯就一分。哎，两个猫咪在围我，哎，你们三个人打一个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哦哦，看我的主场啊，回家大凯去死吧。这一关好像不会掉下去。你的主场我看到了，你快走。哎呦，怎么会沉啦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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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接过来、啊！哎哎哎！怎么放错？哎！哎，你怎么傻、啊？地板升起来！地板可是挺我的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大家都有机会。嗯，当然人人有机会。我买油真是在搞哎！下去了！下去了！下去了！真的下去了！买油死这么快啊！他自己下去，对、欸、他只要补血的、欸，他满血、欸，哎、欸，完了，金鱼，哇哇哇，来来，哇，你还丢武器、欸，好家伙，哎，拜托，补血的，完蛋完蛋，看这么坚强，你还敢？哎呀，完蛋！哇！你把肉拿起来丢哎、欸！你怎么丢的、啊？哎哎哎哎！哎，等、哎、等、哎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啊！哎、啊，你怎么把东西丢出去？啊？我感觉那肉有问题啊。Ready？ 你要怎么丢啊？欢迎特殊攻击啊！哎，大凯，我们要合作啊！哎，一定要先拿这个啊！要杀！我处理他了，他倒了。先拿，先别拿。你拿谁？拿谁？他怎么了？哎，那个鲨鱼的听牌啊！什么听牌？我这边才三分。
可能，我是直接选自然。中毒啦！完蛋！哎呀，哎呀！我完蛋啦！你听我啊！啊！大凯来吧！没道理！大凯逆行！大凯的攻，他攻击前锋了！不要！哎呦，哇！大招好像要攻击的状态下才能放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可以直接开啊！我刚刚都没有办法直接开耶！我也不知道，我一定要先 A 到一下。哎，大凯先处理那两个金牌的。我在看，我这个对付猫，猫主有我展示。好，大凯，我是请你的。喂，你怎么会相信我？下了吧！你没有啊？你在搞啊？是不是我打错人了？哎，我被围殴了！救命！大凯，你别打了！大凯，我们先处理他。我先处理他！你要背刺你，你忘了？我一定先处理他。别搞啊，大凯！你不要冲动啊，快打！我没打，我在想办法。快啊！大凯你不想玩也不用这样啊。大凯你不是这样的吧？大凯你收到钱也不要那么明显。我要跳他的冲了呀。你大概有点，你是演都不演，你直接不演。你是直接直直的冲下去。哎，换个模式。好，我跟大凯一组啊， OK 吧。好，谁会赢？蓝色是大凯，粉红帮是白痴。好，出发！我们是粉红帮，五米连线。你一开始大师，下胜败就对了，下胜败就对了。星星乌鸦。小我欧印大凯了，大凯一定行。来吧，看你！哎、靠！大凯在偷玩，我看他撕团被撕了，要没钱。我看他撕团被撕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开错模式啊！换模式，这不算。大凯要没钱，我看出来，我们赢了吧？我们赢了吧？哎，重开！大凯直接偷玩吧，他们是狐狸啊！哎，这个地板踩到会直接掉下去，很危险。哎、有问题。大凯，你是毒很大哦。不是，我看错人了呀。你可以测一下大口音多少？肯定在操盘啊。开了。好，我们蓝蓝帮，你们就橘橘帮吧。橘橘帮。好，没什么可以调了，出发就绪，生存模式。1000万的赌局啊。来了。好，我来一个威猛先生。多拳财拳，绝对是真的，狡诈无比。这关好了，这关好像会放火。你的主场，你的main图，不会吧？哦，教训大凯，你别再跑了。完了，不用怕，不用被我拉背啊！我要被不可能！这关有一个电。哎，
去的，快，很快，还是六比零。我感觉赵振宇在超跑，怎么可能剩六平手？哎，大凯，大凯在搞，大凯在跑，完了完了，大凯要谁？大凯要谁？哎，单杀，不好打输啦，蛮险的噻。哎，他其实也，他其实也藏着，被卡住了，被卡住了，我被你卡住了，我被卡住了，我们前后解散。大凯是一滴一下都没摸到。大凯拳啊 ，Ready， 快、啊！大凯很快哦。哎，你教训他这边，快点！我打不过，教训他！哎，我打不过阿飞啊！完了！扁他，我们一起扁他！完了，我们一起扁他！啊，大德继续哈！我扁你呀！教练，扁！啊！冲啊！嘿！我也跟你跳起来，哎啊！我的持续的比较久，哦，大概最后的大招了。我又输了，大招怎么用啊？有了！哎哎哎！哈哈哈哈哈！他会冲啊，还往前冲。哦，你是冲了真远。我不愿意。快！大概这一站。哎，他是他买来，他买来，他买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我好像少一个人呢。不要再变脸，加胜败队。他肯定眼瞎，我天哪！他也是脑瓜糊涂。大凯，你要出去。哎呀！哎呀！有戏，有戏。一转一转，真的有戏。这个赌局，这个赌局，溜了。其实没那么烫哎、欸，我去教训大凯，我下去，大凯知道谁是老大，不要下去吃我，你给我下来，我给你下去，啊，那今天再上来啊，嗯，我先教训大凯，大凯去死吧，哦，我要被砸了，我死了，大凯你死得好惨啊，哦，他们死得好惨，大凯大神。我下去住！我突击，完了！战败队获胜！耶、yeah ！攻击子方，指子方。有内鬼啊，大凯那个头绪。乖乖的，乖乖。不是啊，我是被压制啊，起来就不会打。一定不让你们失望。好了，今天就白痴他们赢了。耶、yeah！开盘，大凯胜利。
其实这样应该算是大凯赢了，我觉得这样算大凯。